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哎，年纪轻轻的就不想工作，现在的年轻人呢？这时候，阿姨把一个空瓶子塞到兔十三手里。喂，不是。正当兔十三蒙圈时候，响起了机械的声音。丁，发现合适宿主，系统正在绑定中。啥？系统吗？天无绝人之路啊！系统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我平时也是爱看小说的，自然知道系统是什么东西。哦耶！丁，恭喜宿主，诸天万界收破烂系统绑定完成。啥？破烂系统？你才是破烂系统，我说是诸天万界收破烂系统。我去，怎么运气这么差？好不容易有个系统，竟然是收破烂的。哎，丁，收破烂新手礼包，宿主是否打开？打开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圣级编织袋，圣级编织袋装入的破烂可以转入系统空间进行不等价值的转换。这时，兔十三把手中的矿泉水放入了编织袋中。丁，回收矿泉水瓶获得财富100。宿主兔十三，魅力爱，武力爱，气运爱。丁，某宝到账100元。你挨个啥劲呢？一个瓶子就给100，我岂不是要走上人生巅峰，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指日可待了。这个人年纪轻轻怎么就疯了？长得倒是挺帅，可惜了。哎，瓶子就上100，那破电器呢？想到就干，马上行动，收旧电视、旧电脑、旧手机、旧物品了。什么东西都收吗？只有你没有的，没有我不收的，不要的通通拿来，高价收。丁，回收破盘子获得财富500。丁，回收平底锅获得财富3000。丁，回收水瓢获得财富200。丁，回收破旧玩具车触发隐藏任务，奖励布加迪威龙。我去，我没有听错吧？这车价值超过1亿啊！我是在做梦吗？要是梦，我要求不要醒来。兔十三感觉自己的心脏激烈颤动，手也开始抖动起来。丁，奖励已经放入宿主口袋。系统，你压得逗我呢？你这是奖励我一辆布加迪威龙玩具车呢。宿主，请不要用你的无知诋毁系统，这是布加迪威龙钥匙。哦，原来布加迪威龙钥匙长这样呢。车就在你左边的停车位上。冷静，要冷静，不就是一辆全球限量版的布加迪威龙吗？怎么说也不如我收破烂来的快乐，咱还得继续收破烂。年轻人，破风扇还收吗？收收，全都要收。丁，恭喜宿主收到破电扇，奖励财富1000。丁，恭喜宿主收到旧铁锅，奖励财富500。小五，你以后可别像这个人一样，年纪轻轻就摆烂收起破烂，以后找男朋友千万不能找这样的。哎，还是等他们拍完再过去吧。亲爱的，再给我拍一张。真不知道谁家的大少爷开的车也太豪了吧。麻烦能让我过下吗？收破烂的去别处收，这里没有破烂给你收。收破烂的，我可告诉你呀，别不小心蹭了这车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，赶紧去别处收吧，这是为你好。就是，我刚才去查了，这车价值上亿。听到了没，上亿啊！这要是不小心蹭掉漆了，你收几十年破烂都不够赔。我的车我自己蹭到了，难道还要让自己赔吗？傻叉！你个收破烂这么嚣张，痴人说梦，还说这布加迪威龙是你的车，这要是你的车的话，那我就倒立吃屎。哥们，你是个狠人。现在知道怕了，还不快滚！是狠人呀，对自己都这么狠，别忘记倒立吃屎啊！看，那里就有一坨。这是富几代来体验生活吧？要是给我个机会认识他，让我怎么样都行呀，随你任意摆弄。妈，你看刚才你说的那个收破烂的，在单手开布加迪威龙，现在收破烂的都这么有前途吗？